下面解释。是语。第二，明菩提之明与体，分就法身、报身、化身三身二论。法身菩提就是真如，实相第一口。名相很多，都说这一桩事情：自心清净，体无杂秽。这就是禅宗六祖慧能，于闻无住生心，豁然大悟时，所云：何其自心，本自清净。就这个意思。自信是清净的，自信没有缘故。染污的什么？染污的是第六意识、第七识，特别是第七识，叫染污意，执着就是它。这个东西要放下。那么又说离处天真不加修成，就是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。第三句说的因本自具足，故不加修成。要不要修呢？不要修，放下就是。我们今天就是放不下，麻烦就在此地。千经万论，佛没有别的教我们，就教我们放下。所以张家大师告诉佛教人成佛，教的什么？就是看破放下。看破就是了解事实真相。放下就是回到自信，回到你的原位。就成功了。看破帮助你放下，放下帮助你看破。就是这两样相辅相成。那么看破放下实际上就是经教里所说的止观了。观是看破，止就是放下。张家大师在那个时候要给我讲止观，我听不懂这是佛学专有名词。他把观用看破两个字来讲，把止用放下两个字，这个我听得懂。虽然里面的深深深密意我不懂，但是我能接受。当时的渴望他替我解决了。所以不加修正。念念都是修正。这在我们经中讲。念念皆是阿弥陀佛。也就是本自具足。
也就是不加修正。五祖闻之，便收衣钵，列为第六代祖，并云：“不舍本心，学法无益。”今天学佛确实有它的难度，难在什么地方呢？难在不是本心。不认识真心，用妄心来修行，得的是什么呢？知识啊，知识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，还继续搞轮回，这就是学法无益了。若识字本心，见字本性，即名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。识字本心重要啊，不能明心见性，也要识字本心，要承认我真的有本心啊。中国人小朋友启蒙的教科书《三字经》上第一句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”要相信我们自己本心本善，没有一点怀疑啊！我现在为什么不善呢？从小没人教，学坏了，染上社会上的这个风气，